Come on, come on. 这肯定是要发火了。Honey， 你干嘛呀？怎么回事啊？ 如果你要打开饼干，你把它收好了，好吗？哦哦哦！刚刚也跟豆豆说了，到5点半才可以吃。今天我的一个目标是不让他们吃饭之前就乱吃。当你打开这个饼干，那你应该先跟我说一下呀。 我以为你听到了，我一直在跟他们说，等到5点半才可以吃。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吃一些巧克力呀、饼干啊这些甜食，我就觉得他这样说是没有道理的，就觉得心里面有点委屈，怎么这怪我呀？我打开饼干，这个你也要怪我吗？ 你自己计划的什么？你去做呀！现在已经5点半了，你看一下嘛。不让发名字，不让发名字。最不喜欢他们吵架。我们最喜欢他们开心。不让发名字。我终于懂了一个李灿的情况，然后我考虑了一下，我冷静了一下，我马上跟他道歉了。哇，这个脸变的，超会笑，这个变的，很笑。I'm sorry， 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Sorry， 真的对不起。